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慧宇。我上礼拜播控去看了动画电影《知道天空有多蓝的人》啊，以下简称空青。先说结论，我非常非常非常的喜欢这部动画，好久没有在电影院里得到这么值回票价的体验了。但看完的同时，身旁空荡荡的戏院也让我陷入了两难之中。原创动画电影的市场本来就相当小众，而空青所引进台湾的时间点又恰好是疫情尚未稳定的萧条时期。诶，那怎么不延期啊？我看好多电影都延期了。别天真啦，电影院不是来做慈善的，没有一定的资本撑腰或是人脉手腕，敲定的档期哪有让你说改就改的道理啊？一次电影延期，不知道要牵扯到多少企业与中间商的利益，不会这么容易的。而两难就在于，我不知道自己该不该做影片推荐。在我的认知里，我不是个影评，只是个想把喜爱动画推荐给他人的小伙子，充其量能算个文字创作者吧。而基于二次创作的潜规则，以及为了能使用更多电影画面，我通常会等待电影下档并发售后才来做动画推荐。我天生就不是个蹭热度的料，这一点在过去的影片里我早已多次强调过。然而这次我发自内心的喜欢这部电影，也很不甘心它就这样被疫情给埋没。我不想就这么默不作声，尽管我所能影响的是很有限的观众，但我有着对这部作品满满的感动，以及想大声说出来的心底话。我是文字创作者，我输出的是我的文案，是我的口白，是我的真心。因此这次画面只会有预告片不断重复，剪辑上也不会花太多功夫，这部分就请大家忍忍吧。知道天空有多蓝的人啊，ソラのアオサを知る人，是由超和平 Busters 继未闻花名、好想大声说出心底话之后的第三部作品，由近期刚从 A1 独立出来的 Cloverworks 制作发行。超和平 Busters 指的是长颈龙雪、钢铁魔力以及田中将贺三位业界大师组成的铁三角阵容。他们在2008年的 TV 动画《虎与龙》初次合作，并取得亮眼的口碑后，愉快的合作经验也让三人在后续的动画制作上形成了默契十足的搭档关系，先后经手了多部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长颈龙雪很擅长在有限的篇幅下做情节安排，分镜能力毫无疑问是商业动画的最前线。钢铁魔力，俗称钢妈，则是当代青春群像类故事的佼佼者，对于青春叛逆期，尤其是女性的心理描写可说是细腻到令人惊叹的境界，也特别擅长多角色作品的刻画，说是五味杂陈、酸甜苦涩青春的代言人也毫不为过。而田中将贺的作画自不用说，个人风格鲜明却不会抢走作品本身的风采，清新、唯美、讨喜且不媚宅的美术，使得他笔下的作品非常容易走入大众的视野。近期更是因为与新海诚的两次合作，让这张田中脸为全世界的人们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记忆。我非常喜欢这三位大神的合作模式，超和平 Busters 并不是借着他们在圈内的知名度来做噱头这么简单，三人也没有在组成后过于依赖彼此，而是各自在不同的领域继续深耕并屡屡获得卓越的成绩，而后按照稳定的步伐与计划，一步一脚印打造出内容扎实饱满的原创动画。如今的超和平 Busters 已然成为了一个闪耀的品牌，一个大众们选择动画的指标，一个让商业电影的制作组们效仿的典范，同时也是一场让粉丝们狂欢的梦幻共演。如果荧幕前的你错过了他们的作品，或是没有主动了解制作团队的习惯，希望你从现在起牢牢记住这三位大使，因为他们的出现往往是指向优秀作品的一盏明灯。空青讲述了日本崎玉县的环山小镇中一对名为香生的姐妹前后横跨13年的青春故事。主角香生葵是个以音乐家为目标的女高中生，年幼时因为一场意外失去了父母，与年龄差13岁的姐姐倩相依为命。姐姐在高中时期与玩乐团的男朋友盛之介感情深厚，经常带着葵在山里神社旁的一间空屋子练团。盛之介绰号盛之，是个天生的巨星，为人直率开朗又充满魅力，并非常善于鼓励他人带动气氛，仿佛随时都有聚光灯与麦克风一般，有他在的地方总是充满了热闹的欢笑。葵在观摩他们练团的耳濡目染之下，也开始对摇滚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憧憬着盛之，也向往着盛之口中那个充满着音乐人梦想的东京市。时间来到了毕业前夕，两姐妹的家庭悲剧发生了。早熟的倩为了担起年幼妹妹的养育责任，不得不放弃与盛之一同前往东京就读大学的未来，而盛之在百般犹豫下，
最终依旧选择了梦想而离乡背井。自此，原本牢固的三人关系在一瞬间化为乌有，留下的只有一把旧吉他与满满的遗憾。13年过去，奎也来到了高三选择未来道路的时刻。与务实的在事工所工作的姐姐不同，奎主观好强并有些傲慢，盛气凌人的他不愿做一只井底之蛙，满心盼望着能像盛之一样离开小镇去闯荡，成为追逐汪洋大海的旅人。就在此时，他回来了。如今在演歌艺人的乐团里担任吉他手的盛之介，受到事工所的邀请而来到小镇表演。与此同时，盛之也回来了，是如假包换的，还是高中生的盛之，仿佛地府灵一样出现在了那间神社旁的练团室中。再次与向往之人相遇的奎，逐渐年长却无法割舍心中感情的茜，以及两位身份相同却一个年轻气盛一个厌世沧桑的盛之。时间的洗礼，现实的压力，每个人怀抱不同的感情与后悔，横跨13年的时光再次回到起点，三人的时间终于再次运转了起来。这是一部远远超越我期待并深刻展现了导演长井隆雪魅力的作品。制作团队的前一部电影《好想大声说出心底话》，虽然综合表现来说我给予好评，但它的节奏把控、角色设计以及故事转折的安排都让当时进电影院的我小小的失望了一回。并不是不好看，只是明显没有发挥出长冈田三人的特长，也没有成功的把角色们的感情带给观众，始终有种戏里戏外的隔阂。当时看完的我甚至很希望他们的下一部作品能回归 TV 动画，至少篇幅上能让长井隆雪好发挥一点，再创如未闻花名那样动人心弦的传奇。但如今空青以狂澜之势向我展现了长井隆雪强大的节奏把控能力，整部作品没有一个多余的镜头，也没有一秒让观众出戏的空白，或是轻松欢笑，或是沉重忧伤，全都掌握在导演那收放自如的剧情编排中，从头到尾牢牢抓住观众的目光。配合着刚妈的稳定发挥，每个角色的情感与戏份比重都恰如其分而没有失控，整部电影的100分钟被填充得又饱满又精彩，也难得的让我产生了值回票价的欣喜。我无法保证所有人的观点，但至少就我来说，空青之于未闻花名是一次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成功挑战，而角色设计是造就这次成功挑战的核心要点。接下来就让我展开来谈谈我对空青的剧情鉴赏吧。空青的故事其实异常的单纯，讲述了一场多年的重逢，为停滞不前的人们了却了遗憾，并产生向前迈进的动力。而鲜活的角色们则在有限的篇幅下背负起了与观众共鸣的责任。刚妈在空青的角色内心戏上做到了前所未有的完善，并用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和角度让观众产生了更深的谅解与同情。主角奎的塑造尤其令我动容，他固执地走在自己的道路上，却忽略了支撑自己固执的是那位默默承受了一切的姐姐。擅自地替世界打上标签，擅自地为偶像赋予期望，而后又擅自地失望，擅自地怨怼，最后察觉了自己种种的感情后，才终于试着去理解每个人的心意。我喜欢奎的傲慢与志气，喜欢她的率真和懦弱。刚妈成功地还原了一个位于人生转捩点的女孩心里会有的种种不安与任性，她的成长也成为了这部电影最大的亮点之一。男主角盛之则是展现了现实与理想的距离，以及时间晃眼即逝的残酷。18岁的盛之怀抱着挑战世界的觉悟，肩扛着不切实际的梦想，也心系着那个最爱的女孩，仿佛未来的一切都将如我所愿，仿佛自己的能力没有上限，奢望着远方的海洋，却又放不下井底的思念。而30岁的盛之介那如同气球般膨胀的野心早已被锋利的社会给击穿，他自我放逐，他颓废厌世，他被现实牵着走，不知不觉踏上了与预期完全不同的道路上，靠着酒精与女色自我安慰般的喃喃自语着梦想已经实现。年轻时的我们总想着要征服全世界，坐拥一切，而随着时间流逝，从过高的期望上重重衰落的我们又该如何重新起步呢？两位盛之的鲜明对比可说是电影中最令人不舍与纠结的片段，因为我们从他身上看到了岁月可以轻易地埋没一个人的光芒，梦想是如此的沉重，时间是那么的残酷。而大姐姐茜则是整部电影的核心主题，那位知道天空有多蓝的人。
倩那份与生俱来的体贴与温柔，在一场悲剧的催化下，升华成了责任感与大爱。她放下了远大的梦想，放下了与圣之的约定，放下了曾经期待的东京，放下了遥远的大海。在这座乡下小镇，在这个被亲妹妹称为牢笼的井底，踏实的、坚强的付出着自己的力量。即便是被迫的，但倩接纳了这份平凡，拥抱了这片平静。她的世界过于单纯，单纯到已经容不下一点点的迷惘，而她也明白，正是这份单纯驱使着她能持续向前，包容与照顾真实的人事物，无欲无求，无怨无悔。亲情、友情、爱情，我们一生的人际关系都围绕在这短短六个字之中，但这门名为人际的艺术，却是我们琢磨一辈子也无法参透的深奥。每个人重视的事物不同，每个人所想迈向的未来也不同，没有绝对正确的道路，没有不后悔的选择。空青向我们传达了，有时候放下并非懦弱的象征，并非不负责任的逃避，而是选择了放下，决定了放下。正如本作的英文片名 Her Blue Sky， 倩所向往的一切，所珍惜的全部，所有所得所爱，都在这里，都在这片蓝天下的乡野中。为了井底的蓝天，放弃大海又何妨？比起追梦，我更想成就所爱之人的梦，为此永远做只井底之蛙也无所谓，毕竟井底的天空是如此蔚蓝。空青是我至今遇到最难点评的作品之一，它探讨的主题层层交叠，在不爆雷的前提下实在很难抽丝剥茧的去聊。我能告诉你的只有这部作品有多让我动容，多让我喜爱。时光飞逝的沧桑，选择未来的纠结，以及剧中角色们的真情，恐怕只有亲自看完电影的当下，才会在你的心中反复回味，并掀起一次次的波澜，进而让你被这部电影的寓意深深折服。知道天空有多蓝的人啊，空の青さを知る人よ，由衷的推荐给荧幕前的你。这部影片来得有点晚，电影已经上映一段时间了，场次有限，还请有兴趣的朋友把握机会支持一下哦。感谢你收看到这边，你喜欢空青吗？这次换了种方式鉴赏，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吗？欢迎留言分享看看吧。那么我是慧宇，我们下一部影片见啦，拜拜。